慈善家元宵节绕境活动2号上午10点从义清宫登场出发，绕行纪念10个村的社区跟部落向道，直到晚间。晚餐更推出传统淡饭飨宴。慈善乡已经延续好几年了，每年的元月15日就是元宵节，每年都要办。那最主要的祈求我们慈善乡境内的平安，还有祈求国泰民安。近百台的绕境车阵阵容非常庞大，行经各宫庙时，鞭炮声是震耳欲聋，神教及唐教者不畏炮火，淹没在烟硝中，场面相当震撼。慈善乡有许多阿美族人信奉道教，特别以信奉乡内的太子宫及无极天宫居多。绕境活动中，族人展现信仰的坚贞。为你等两啥要义，一定要以保生大帝故名十八地龙一了。阿尼尼八地龙那个马来亚国君无极天宫，无极天宫还来，我呢台湾的马面大土塞，我呢八地龙爱阿尼尼，我马天爱阿 view， 阿那那阿阿公。八年你被八点了做喏，39年都干过，一定你烦恼。我念三米多来啊，怎么今年啥都我还没。哦，太子宫娘，我们在慈善乡大坡村115号过太子宫娘八点钟，刚咪下地来，伊来过宫娘咪地啦，八点钟都是八年，这样。啥都还没，干不干？啥都还没，啊我爱过拜人，安尼伊拉过拜人，啊很羡慕干咩人。元宵节是台湾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。慈善乡公所每年都会举办，各宫庙也共同参与绕境活动，成为当地重要的节庆，主要希望为前乡及来到慈善的百万游客们祈福。民视新闻法务了台东慈善采访报道。